没有宅配哦，大运着。怪老头已经开，怪老豆，怪老爸已经开始。没几千啊，我爸啊。五点半就在主城排队。五点半就在主城排队。他不是六点半以后才到吗？可以选择。正常。这个人哪里啊？金阳鱼。好吃呢。爱蒙爱蒙后边一个，小边也不饿，你个胆子小。蝴蝶。这是白虾仁。白虾仁。很便宜。早洗澡，五点半土城就很多人在那边等。五点半，今天没有人在土城啊，今天没有在土城。在土城啊，你在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聊天室的置顶？聊天室的置顶哦。聊天室的置顶有一个社团，有一个脸书社团，有一个脸书社团。你加入那个社团，你加入那个社团就会就有你要的东西，就有你要的场次哦，场次的时间地点。那个聊天室的置顶那个连结点进去。就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跟答案，平均每天大概有三个人问时间地点，然后到目前里面车团里面大概有1000多个问题，都是问时间地点，都是问时间地点。你只要进去问说，请问赌神在哪里，就会有十几个人回答你。你为了去大园，你请假，你要跟房东聊天。昨天你要很多。土城面积就146号，哎呀，那边场次，社团里面有所有的场次吗？从礼拜二到礼拜天都有。最近啥？群龙鱼哦，啊不，是鲨鱼。164号，一般的紫阳烟机是146号，能够到。你问星期一在哪里卖，没有人理你，因为星期一没有在卖啊，星期一休息。
你那里多少岁？千。千了。嗯，大了，不见得大了。这个会卖到几点呢？大概卖到平均大概十点半吧。卖鸡蛋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电风扇开下去，如果没有做那个防噪的话，你们现在都听不到声音了。我问一下，你们现在那个电风扇开下去，会听到沙沙地的声音吗？俊局长，美局长，电视长。宋明早 OK 不会就好，因为我有做防噪。电风扇开下去凉多了，很凉。那个我防噪是我 DIY， 我去买汽车海绵，然后很丑啊，弄得很丑。不过这样子，这样子刚刚好，就不会被强风干扰。不然的话，那个风一吹过来，你们就会听不到声音。老板，我已经。等我一下，我问一下。没有更啊？你谁要那鬼吗？那个不能只有包，不能只有加海绵，旁边还要包起来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风会灌进海绵里面，还是会有影响。幸好还在吃饭，幸好还在吃饭，他还在吃东西，让他吃饱。500块。菜贵几钱了？多少钱？菜怎么起价啊？你好包啊，这几块？三块。好包，好包。那虾仁算一包算900是吧？不好，不好，不要跟我出价。我要买一份蛤蟆。早安，
油花200好不好？油袋吗？油袋啊，那个，哎，油袋，那个买一千哦，一次要买一千哦，可不可以买500？一支200块，一支200啊，这样很棒，那边三千好不好？哎，没啦，安尼等下一点，再见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哎，不要紧啦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三杯，好吃。安尼话的。这个是100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能包，哎，把它去包。阿姨，哎，三只个钱。你不要来嘞，我刚刚会用干剁剁。无，我见啦，迄等于家己剁。加倍啦。公司搞。明天早，谢谢。啊，我要买两份珍珠值班。小雨，拿着这里，这个拼的，一份500。然后进来就看到你手机了，哎，好了，还有什么？多少都大概是在这里。可以买塑胶板送隔音。哎，我这个麦克风不能挡到镜头。我这个麦克风不能挡到镜头呀。体积最小的情况底下要做到隔音的效果，所以啊，大小不能超过半径2公分，不能超过半径2公分，不然会挡到这个广角镜头。等一下，买300块哦。那广角那边，啊，阿问你没能问那个。哎呦，搬墙。对啊，阿公是水利好不好？那大家都有些人喜欢骂他，骂利亚不好。哎，你二万能不？啥物名啊？好啊，好，我搬古啊。你喝完了没？喝完了。啊？100块。大小不一样。我懂。你不要，你话这些话的。珍珠值班。昨天土城真的太累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昨天回去有没有睡好。讲话就是。这交代。阿亮嘞。哎。阿亮嘞。下午。很早起哦。我买2份珍珠石斑，2份刚开多少？你今日推巡龙鱼，我就知影。你都今日卖巡龙鱼卖完，就要下班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那个收钱阿姨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收钱阿姨强不强？昨天那个胡神收钱阿姨很强，对不对？那样的场子还可以 hold 住。我回来了，
我不要要，他为什么？泰国虾乱卖，好像是。吃两吃鲟，吃鲟拢有。你有三百鱼吗？三百完了。礼拜三吧。礼拜三的东西。虾卷吗？没有。那个泰国虾它。刷一阵子的。哦。阿伯这给你吧。我这样看，它一斤卖30块。啊。泰国虾在礼拜三的时候一斤它卖30块。一份多少？200。我一份。一份台北也很好带，一份。阿宇是义工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应该有给他薪水啦，不会，幸好不会给人家做义工啊。一回咯，挂回咯。你这是耶，21世纪耶，手扒鸡的对吧？手扒鸡的手套对吧？对啊，都想啊！你看昨天那个，你看昨天那储存19的东西，你看可以好几。OK， 老板都下令。对啊，先是那个礼拜三那泰国虾。因为那龟胎大概是2斤多块，3斤他卖100块。刷牙。2斤多块，3斤他卖100块。来，七百这边来。七百这边。鲑鱼，我问一下哈，这个一份要600。哎，请爱心吃刚刚熬过的，小姐熬过的。你今天看鲑鱼？我一箱。一箱尔？有鲑鱼只有一箱而已。现在一斤泰国虾300-400，对啊，我知道一斤300-400啊。我是礼拜三，那就是鬼胎，那这样鬼胎的泰国虾大概是2斤多快3斤，这样是鬼胎2斤多快3斤，他卖100块。这块三百。你看，那昨天土城那么忙，他收钱很强。只有一个人收钱，然后他还可以整理假钞，还要看有没有假钞，还可以整理钞票，超恐怖的哦。Hello。今天泰国，今天鲑鱼只有一箱哦。不能卖。